笑纳，沧桑的老发红了西风披素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谱情话，红尘故事在牵挂，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把好听所有的全部变成掌声，家们全部变成掌声，所有的宝子们全部扣掌声，全部扣掌声，不要说话，咱们只扣掌声，只扣掌声。是的，神话哥，欢迎神话哥。长街的繁华，白胡子老者林眸如画，一番寒暄附和月色无暇，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三两知己结伴的仲夏，也是老三竟不想回家，星光散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渐渐落一身风沙，沧桑的老发红了西风披素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前面深山谁人家，木叶拂一池琵琶，我欲提笔为汝一幅画，佳人请笑纳，沧桑的老发红了西风披素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谱情话，红尘故事在牵挂，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红了西风披素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前面深山谁人家，木叶拂一池琵琶，我欲提笔为汝一幅画，佳人请笑纳，沧桑的老发红了西风披素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谱情话，红尘故事在牵挂，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神话哥到旧金山了，你在旧金山了，到了吗？那边倒时差呀。谢谢咱们神话哥为我的歌曲给的鼓励和支持以及认可。谢谢咱们神话哥。谈点事情，后天回国。哦，那边现在天气怎么样？那边天气怎么样？那你现在那边旧金山那边是几点啊？我看一下，还得查一下。你那边现在几点呢？要不我直接问你吧。要不我直接问你，你那边现在几点？11个小时时差，早上五点吗？哦不对，凌晨五点吗？凌晨五点，快六点了，就早上是不是？凌晨五点。哦，凌晨。旧金山在美国。老弟说的是富士山吧？欢迎一柱擎天哥，神话哥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可以告诉我哈？神话哥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可以告诉我？应该吃15个小时，反正我对着时差这些你随意。你有什么想看的吗？
旧金山我还挺想去的，我哪儿都想去。反正我以后的愿望就是等我退休了，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那我你玩现在晚上也播了，你是谁呀、啊、这个笑容又是谁呀、啊、退休了是多久？就是谢谢神话哥的邂逅，感谢我们神话哥的浪漫花火。我给你跳首神话吧。神话，但是好像每次都给你跳首神话。我想一下，全国各地换鸭戏。跳一首什么呢？欢迎逍遥哥。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我觉得每次进来你都给你跳的，要不人间烟火。接想一下，我想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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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我干什么？这次搞点美国红枫新品种、肯定很漂亮吧，长啥样子的呀？那我们长啥样子的呀？我们跳个不染吧。来一首毛不易的不染。阳光姐姐品名，等。你想看听？你想看等吗？等。朱天泽的吗？哦，我说品种。我以为你说你要看那个灯。好，那就跳不然，跳一首不然。毛不易的，还可以去看场勇士的篮球。我其实特别想去，我特别想去美国的那个环球。我去过新加坡的环球，然后呢，我想把环球都玩个遍。现在只去过新加坡的环球。谢谢我们神话哥。谢谢神话哥。好，我们跳一首不然送给神话哥。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掸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不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爱花开只是再醉一回。
谢谢香香哥，谢谢我们神话哥。阿西今天仙气飘飘，好像仙气飘飘，好像仙气飘飘，没有得到仙气啊！恭喜飞翔是十二级，欢迎江南哥，欢迎江南哥。还有三个月他就回国了，哦，是吧？哦，知道呢，知道呢，知道呢。一壶清酒，一尘身飞，一轮来生。车仔是学什么专业的呀？怎料事与愿违，镜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却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生尘灰。犹豫的气质。哦，金融。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换一首歌哈，家们。换一个什么歌呢？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会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那一轮呢？给你们听，等。我还是想听等。给你们听这首歌哈。逍遥哥，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逍遥哥。我叫回来帮我，那他会，但他这次会跟你一起回来吧？我能读一读希儿今天有忧郁的气质，林妹妹那种气质。我今天要温柔一点，因为，今天我是温柔的小姐姐，我得温柔一点。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呢？过三个月，阿西一天乱给我宣传啥？我宣传啥了？我宣传啥了？我啥都没宣传。你觉得是我说的吗？点点酱，你觉得我可能说吗？这种一般都是他们自己在猜测。什么又是我在这宣传？你还被他们蛊惑了都。我今天适合伤感一点。今天适合走林妹妹的气质，像今天那个主播，以前是个闹腾的主播，他说他现在要走温柔风，他就得了第一名。我觉得是不是我太闹腾了？就可能是我太闹腾了，所以说我得不到第一名。你们觉得呢？来把这个谣言子鱼自责。退通房丫头也是丫头，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么活泼，是吧？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活泼，太活泼没人疼没人爱的。我觉得应该像那种像林黛玉一样。你们觉得呢？你们平时看到一个女生很活泼，你们喜欢，你们觉得她有保护欲一些，还是那个柔柔弱弱的女生有保护欲一些？应该柔柔弱女生有保护欲一些吧。所以说你们看到我都不想保护我的那种，是不是？我甘当千年老二。啥结婚生娃的？他们在说我助理，逍遥哥，他们说我助理，助理这几天休息。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成了，通知大家，大家随礼。我
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我钱包鼓的时候看谁都有保护欲。你们说嘛，你们说嘛，我就问你们，你们就是对于一个活泼爱笑的女孩子，你们有保护欲，还是说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有保护欲？那肯定是柔柔弱弱女生有保护欲一些。但是我柔弱起来吧，你没有说我有，你没有说我有事儿。接个麦。嗨，Hello， 这是阿西。对，晚上好。小姐，哇，这变样了，阿西，这小头发都不认识了，太好看了，古典女人美啊！我的天，太漂亮了吧这个。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漂亮，我没得到宠爱呢？可能是大哥有点堵车。哦，这样。晚上好，李姐。看来就是大哥有点堵车。看来就是说我们女生觉得好看，他们觉得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没事，你就当现在是空刷也行，哥，没关系的。那怎么玩，各位？咱们阿西在，那就玩娱乐吧。懂我的，小仙女。咱们就玩那个鸡当中的战斗机。怎么玩？你咋这么多游戏呢？这是我自创，这是我自创的游戏，但是我不能说这个怎么玩，等我赢了再说。啊，就是一打三呗。不，还是一二罚三四吧。比如说我是，比如说我是一或者二，我就罚那个对应的一罚三，二罚四，这样来呗。然后就我罚你这个是不是？我要是我赢了的话，就是输的人做我的惩罚；要是我没赢的话，就是。那个啥，你们都说一个呗。那我明白了，行，好，对吧？ Okay， 明白了。小仙女，你明白了，你说一遍来。就是咱们一二奖励三四，如果要是这个亚西获得了一二名，那么他就罚三四其中一个这个奖励。那你比如说得第一了，完了之后他罚第三了，完了第二也可以按照一样的方法学阿西罚第四，不等于三四做了阿西的惩罚吗？如果阿西没得第一点，小仙女，你错了。你错了，人家我说的是，比如说优娜，你说个惩罚，小仙女说个惩罚，雨桐说个惩罚。我说的惩罚跟阿星一样，我要是赢了的话，我要不赢就算了，不赢你揍我吧，我做。然后优雅和雨桐再说一个惩罚，就等一会儿谁是一二，然后谁三四就做一二的惩罚，就这样子的意思，懂了吗？你们懂了吗？哎呀，先开始吧，我听不懂。打赢再说。没事，就是说那个雨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直接开始，我只。赢，你们不用说那个了，我只第一，你们开始玩了。我今天光剩挨打的份了，别讲老架着我，你这咋整的呢你？来吧，毛哥，我看一会儿在不在啊？我一会儿上午你屋看条件去。没在，没在。来吧，你们开吧，你们开吧。我们开个十分钟嘛。好。OK。待会儿见，各位姐妹。好。我们先开。哎，没人开吗？那我开。谁开十分钟？我五分钟，我开不了。我开了。OK， 闭麦了。闭麦。今天你们觉得我乖吗？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我乖吗？你觉得就是看到我这样子，你们会有保护欲吗？我想问，是不是你们男生觉得这样不好看呀？我想问一下，你们男生是不是觉得不好看啊？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今天好乖、好可爱，但是我觉得你们不喜欢的感觉？今天他们都说我可爱，只要是主播连上我的，哇，亚西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看？连上我的主播都说亚西你今天怎么这么乖，今天怎么这么好看？谢谢我天天谢我哈啦。这一局我准备用温柔的方式来感谢，我要像林黛玉妹妹一样。我觉得我适合温柔一点。谢谢天天，谢谢哈拉，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没有一丢丢咄咄逼人的气势。是的呢，哥哥，逍遥哥哥，你可以帮帮我吗？逍遥哥哥，今天晚上又是被别人打的一天，我都没有人保护，你会保护我吗？逍遥哥哥。谢谢逍遥哥哥，谢谢你，你送我花花，我也要送你花花，逍遥哥哥。你会接受我的花花吗？给你哦，谢谢逍遥哥哥。
说的好像哪天不给人打一样。神话哥，你就别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了吗？虽然这个是事实，那你不要撒盐了吗？哼，你再说我都要哭了。身为我大哥，有房又有车。老板，我决定了，我要去给你凑公主马车。好的，恩呀，谢谢恩呀。哪天不是被打的一天？等我有实力了，我自己保护自己。问前提是那天我自己有实力，那天等我去买彩票吧，等我中500万了，我自己保护自己，就不会是被人挨打了。我是不玩 PK， 否则叫没事没事，神话哥没事，神话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的方式嘛，是吧？你是养成习惯了，一个月要哭十几次，你再说一遍我哭十几次，你自己去看别的主播，我从来不过来哭的好不好？生活有苦才有甜，我昨天是被感动的，昨天是被感动的好吗？昨天是被感动的。我们还有5分50秒，因为毕竟看出了我的脆弱。谢谢我哈拉哥哥，感谢我们哈拉哥哥。阿西一般不会在直播间哭是吧？我一般不会在直播间那个啥的。你看逍遥都懂我，哼。我们还有6分20秒，家们，我们还有6分20秒，我们还有6分20秒，我们争取哈，我们争取一下，家们，我们争取一下，我们争取一下，咱们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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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一个人猫着哭，逍遥哥你怎么这么懂我呀？你太懂我了吧？你怎么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会猫？我会一个人，而且我一般哭我都不会让我爸妈知道的那一种，一个人躲起来，没有任何人知道。然后我的苦水也不会这样向任何人说，我不喜欢就说出来，我喜欢给大家展示好的一面，从来不会给大家展示我不好的一面。所以说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说的。不喜欢就是处女座有一个，就是他什么的苦水都往自己承担的那一种。卓为前男友什么意思啊？哦，你昨天是我的前男友啊。哦，前男友，今天要不咱们复合一下，要不咱们复合一下，前男友你先保护我一局，然后你再成为我的前男友好不好？你先保护我一局好不好，前男友？前男友，你能保护我一局吗，前男友？谢谢我们珊珊，感谢我们家珊珊，我们临时复合一下好不好？复合一下吗？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还有最后四分半，我们还有最后四分半，家人们，我们还有最后四分半。我们还有四分半，我们还有四分半，大家一起说一下，众筹一下。谢谢逍遥哥哥，感谢我们逍遥哥哥，谢谢我逍遥男朋友，谢谢我男朋友。男朋友真棒，欢迎晚秋哥，谢谢谢男友，家们请扣出谢谢谢男友。来，我们时间还剩最后的3分40秒，时间还剩最后3分40秒，时间还剩最后的3分40秒，没有多少时间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家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咱们有散票的，咱们可以一起散票走一走；有散票的，咱们可以散票一起走一走；有散票的，咱们可以散票一起走一走；有散票的家们，我们可以散票一起走一走。
欢迎小小，欢迎小小。我们家也有小小，要是我们家小小跟这个小小是一样的就好了。毕竟小小是，毕竟小小是有十块钱他都给我花八块钱的那一种。咱们家小小仙女，真的小小是有十块钱都给我花八块钱的那种，他留两块钱。众筹了，我们还有两分半，我们还有两分半，我们还有两分半。看这一局我温柔一点有没有成效啊，这一局温柔温柔的温柔的林黛玉能不能有成效，大家能救救林黛玉吗？大家有林大家有能救救林黛玉吗？欢迎马哥，欢迎马哥，欢迎马哥，你有100块钱花一块钱，说明广哥很勤俭持家。家人们，我们还有1分42秒，我们还有14秒，1分10秒。我们现在第三名呢，我们在第三名呢，我们能往第二名上面冲冲吗？能往第二名上面冲冲吗？输了啥奖励啥？输了还没说了嘛哥，要是我赢了我让他们做那个，先我让他们做机中的战斗机，但我他们的惩罚没说，1、2、3、4，等会儿反正不是娱乐局啊，反正不是惩啊，不是，反正不是，反正不是舞蹈局。谢谢小杨哥，感谢小杨哥。还有50秒，还有50秒，咱们第一名了，稳住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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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是娱乐局，不是才艺局，这一局是娱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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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守塔，扣屏，扣一波守塔，30秒。30秒，我有预感，你不要你的预感，不要你的预感，你的预感又要说我要输。10秒，10秒，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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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哥，你不是不打 PK 的吗？感谢神话哥，谢谢我们小杨哥，谢谢我们一毛，谢谢我们马哥。看来是稳的一名。谢谢，感谢，谢谢我们小奥哥，谢我们小奥哥，谢我们神话哥，谢谢我们一毛，谢我们马哥，谢我们哈拉，谢我们天天，谢我们珊珊，谢我们叔冯叔，谢谢大家，感谢哈，大家们扣出来感谢一下，榜上的大哥们都感谢一下。哎，西泽妹妹，我就知道，只要阿西说这句话，阿西就一定是有条件。没有，我上一局也这么说，但我也没有赢，真的。这局就赢了，你怎么事儿？你家大哥怎么事儿？哎，好像是仙女做我的这个惩罚呀，还不是当第四呢？来，小仙女，鸡中的战斗机什么意思呢？这话说的，我突然间我扎心了，哇塞！你这话说的，小仙女啥意思？还不如当第四呢？你这话突然间扎到我的心了。第四名，优雅，咱说好姐妹能罚你那么狠吗？真的是，我跟你说，突然间优雅肯定说你跳个舞吧。
啥意思小仙女、哎、你说我狠呢、啊、老四你看你说的话输了输了 PK 还要被人扎心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我来来来仙女儿仙女儿跟我学我耳机都笑掉了跟我学四个动作哈集中的战斗机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脚跳起来要咕咕咕你要咕咕咕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样子跑哈第三个动作就是那个下蛋下蛋第四个动作然后呢别笑别笑第四个动作就是这个就这样走啊这样走好然后呢我给你放个歌这四个动作连起来我说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你就顺着来集中的我感觉我怎么好像上了一个排练课呢我说实话我有点没记住来准备好了吗这样飞起来飞起来两只脚就是大腿、啊、大腿内扣对夹起来然后呢第二个动作是像鸵鸟一样对夹嘎嘎嘎然后第三个动作是那个第三个动作是那个下蛋下蛋对第四个动作是啥来着我忘了我刚刚说啥来着哦对对对对对好来三二一开始走第一个动作不不不不第二个动作继续走地上顺着走二跑起来来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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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蹲下去蹲下去下蛋蹲下去蹲下去下蛋把扇子摆起来摆起来好第四个动作转圈圈这么转圈圈转圈圈来第一个动作咕咕咕咕咕咕呢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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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说咕咕笑死我了哎妈有点罚我啥哎，然后这就结束了是吧？还想咋的呀？还没看够呢，其实我也没看够，但是呢，我又怕仙女等会儿累了。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我觉得。那，你让我们小鸭，你发个啥？雨桐就来，就浅来一段吧，这么好看的。你看看你看看全身正好能看到全身那你们想看啥舞蹈帝王来说一下吧由帝王来说一下吧帝王是谁啊杨阿西啊我呀、啊、没事你千万不要让我说你真的你千万不要让我说我提醒你他说完可能就让你跳什么宝宝爱洗澡什么的哎那我还是自己选吧对我也是我你要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白龙马铁超西我黑衣猫紧张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着说的人美人一醉红颜醉后人更美再叹一杯万千相思化作泪长夜日梦梦中与你相依偎只可惜这红尘换不回酒酿青梅且望冰清作陪世人之无望春秋水你一去未归这梦中正若水三千那轻舟一舟